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算术题目了。那我们第二个我先自己考，好，我要考两个比较好，三个好了，三个。那八加十一十九，还有十加十二十，还有五十加四十九十。哇，这么厉害呢！因为我算术中班了。算术中班啦、啊，你幼稚园中班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幼稚园已经办了中班了。我们已经下个星期的那个的礼拜二已经那个，已经上我们的图书馆班学习教室了。那是我的第一天的那个，然后我礼拜。哦，那天呢，因为生病了，所以我放到不知道几天了。然后到几天我才来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稍微是感冒。那么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刚才那个还没录完呢，是。如果喜欢我的小铃铛的话，记得。爱上我小铃铛，拜拜，怕了，喵。